就是大毛子大使馆发出来的一条消息，他说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说呀，这个西方的美国领导下，西方的这个同行歇斯底里了啊。评论有点意思，评论其中只有一个朋友说，只有在普流氓的带领下，才能让俄罗斯最后的崩溃和导致瓦解，其他的人都没有这个能力啊！只有这样一条正常点的评论，剩下的就是有点不正常了。美帝给你多少钱？小美鬼又哀嚎啊！同意，我们和拉夫罗夫的外长的观点一致，美国是和平世界和平的破坏者啊！美国这个国家就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，等等等等，就是受高赞，等等等等，极少有这种正常一点的评论，说玻尿酸快交代了，没有，这都是一些个流氓在这里，这些个流氓很可能就是受了我们，就是拿着我们的报酬，他在这里搞东搞西的。56个关注，河北的，43个粉，7个微博。拿钱了，这些人，悲哀。让大家做大毛子的养料，是吧？他们做乌克兰的养料，我们做大毛子的养料，谁信谁去。